早上你睡到八十岁都好事。好好啊你。不要这样。大家，我的多是什么？巴沙马浪贴膜。是毛来的哦。可能有些人会喜欢的。嗨，我是个恩，看到我这一台折叠机吗？拿机多久就裸机多久，中间已经是很花了。还有阿 Ken 的那个 iPhone 13 Pro 裸机用是不是？啊。花到不能再花了，所以我就来到了老鸭的一楼 Rockspace 啊。老实讲，我每一次拿到新机哦，我都会来 Rockspace 先贴膜的。那今天早上，那老板就跟我讲，他们进了三台的新机，第一台就是 Upgrade 版的 Rockspace UV 软膜，听讲是更加耐花了，所以我就喇喇声带我的折叠机来了。后面两台就是美妆机，一个就是 Phone Screen Printer， 你可以自己去设计你自己的背膜；第二个就是你可以自己设计你自己的电话壳，给没有？所以今天我的任务就是贴完前面再贴后面 ，Let's go。很久很久才来一次老鸭，每次都是因为 Rockspace 才来的。我其实我最怀念老鸭哦，来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有 salesman 在旁边跟我讲，靓女靓女要买电脑吗？美女美女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相机啊？美女过来看看我看看我，就很爽。看一下有没有人叫我美女，走慢点走慢点。没有，来了哦，改变在里面。Hello， 你结婚了，孩子都生了。我单身。Hello， 两位做正事先。店长，你们是不是有一个 machine 是可以 print 自己的那个杯膜的？是吗？那里有一家机叫 Phone Scan Printer， 你就是 scan 了之后呢，把你自己手机要的照片 upload 上去就可以了。你看这边，它是可以这样子弄的，自己的照片，然后你也可以放卡顿的，然后喜欢的球星，还有这种 QQ 的自己 customize 的，比较创意性的，它选购卡都是可以耶。如果你没有 idea 的话，其实他们店里面也是准备了很多。他们自己挑选的，比如说这个 Mario， 你按进去有很多个的，很漂亮的，所以你直接看，你直接选好就可以直接印了，就很快啊。或者如果你们要自己创意选自己的也可以啦。哎，你看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放我们自己的婚纱照，哎，人家放到这样美哦。OK， 现在我们进去这个网站，它网站里面是长这样子的 ，Make up your phone with your style， 然后选你的型号，可以 upload 我们自己想要的照片啊，就很有纪念价值，就可以放你跟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照片，就放在后面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放这张，这是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拍的照片，我觉得把它放在后面应该会好看。这个是我的手机的那个 outline， 选了这个照片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对着这个 outline 去调整那个大小。然后这边是相机位嘛，我们就尽量那个人就不要在相机的位置哦。我这边有一个 code 的，然后他们就在那个 machine 那边输入那个 code，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照片了。那我的照片 I'm free， 哦，它是一层一层上颜色的，先上黄，然后现在上红，等下应该是上青，蓝还是青啊？RGB 是什么颜色？应该是青色的。蓝色，你看 RGB。其实我刚才也是有担心它就是出来会走色走色，这样子给你们看，是准是对的，是准是对的。你看阿 Ken 的衣服是 brown， 我的衣服是这个要沉不沉的颜色，就会先贴一层 matte 的膜在上面，然后就是保护那个照片没有这样容易脱色。这个很容易粘耶，一推就上了。就算是不是这样容易啊，人家专业的看起来容易吧。粘得很漂亮，那个镜头位置是准准美美这样子的。这边其实你可以放任何你们喜欢的照片啊，就是你的单人照也可以，你家的狗狗啊，或者你的孩子全家福全部都可以放啊。听说他们现在有一个 upgrade 版的 Rockspace UV， 就是更加耐花这样子的。一种呢就是 clear 的，一种是 matte 的，然后我们就外面先粘 clear 的了哈。 OK， 在这集终于不用裸机了。这个 Rockspace 里面我们新的那个已经去到6开卡了，它其实也是有花，我其实已经用了差不多是整三个月了。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定会不小心敲到什么的，普通的膜来的你可以看得到哦，你用了三个月后啊，你会看到那种类似蚯蚓线的那种白灯的东西、啊、对耶，你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它的那个很大的粉底、Rockspace 他们家有贴的膜的那个型号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手机平板手表电子烟 Nintendo Switch 都是可以连，他们这是差不多25000种啊。做好影片后他们又增加至32000种啊。对，就是反正你带你们家的东西来他就一定可以帮你连到就对了。你有没有曾经摆过巴沙马拉？年多了就会有。你之前 before 做这行之前有没有自己在家练习连？没有没有。真的是连到很好耶、欸，刚才店长有讲，就是这次的这个 UV 功能跟我上一次拍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对，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耐花能力更加的强。同时呢，我们是采用这个最新科技的这个 UV 的 box， 是用真空压缩的模式呢，把它压缩到服服帖帖，所以你比较不用担心会有翘边的情形。街头闪电 PK 赛，两人为对方手机贴上自己选择的膜。获得最多路人的认可者获胜。刚才跟 Dish 跟我讲，要跟我 PK 谁设计的这个杯膜最好看，然后还要拿出去问人。看嘛，两对立在设计。
我针对了两个要素，第一是符合顾客的口味，第二是30岁到80岁都合适。不是大姐，你认真的。父老的惩罚是放对方的手机3天，然后每天打卡。姐，你这边设计到什么样子？简约路线。哇！是我，这怎么办？完了，你完了。OK， 完成，提交了。我想到要用这个就很好笑，每天一直拍孩子很可爱耶，然后孩子看着那个种子，拍大合照啊，然后全部人看着种子，点一个，这个我看，当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很喜欢。啊！我都讲你不能去，不能去！不要选阿邦了，阿邦是选美女的。哪一个比较美？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嗯，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科恩嘛。我这个无可反驳。对，你有一次换票的机会。不用换了。每次我接访就是有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不要上镜。对，他就以为我是直销了。对，其实他一定选那个的，没有人选我的大熊。你觉得你会放在你的手机后面的？还有吗？选我呢？为什么？耶、yeah, ，明显呀！一票。好好啊，你。我叫嘉宾，好选啊，哥。好不小心，一直看到可能的比较帅。嘟嘟，上面有雷的，啵啵！我是可恩，第一大美女，要用3天，因为刚才我输了，我现在很不甘愿，要再挑战连续的一次。就是刚才我们粘背膜嘛，现在我们粘前面膜啊，自己的前面的那个 screen protector。可是我都自己贴的。你贴的膜是硬的膜还是软的膜？那告诉大家我的多是什么？巴沙马浪贴膜女王，就直接挑战连这个 UV 的软膜。我要跟巴沙马浪贴膜女王比赛。这名字很丑哎，是因为我要挑战我的巴沙马浪贴膜女王的手艺，高难度挑战。我粘 curve screen， Gladys 就粘平的，给你们看一下阿 Ken 的手机烂到几个裂，看到吗？裂到这边，然后这边再裂，然后它还可以继续用。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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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具只有三样东西吧？啊 ，PK 赛了。双方交换手机贴膜，由店长评选出最优者胜。你看，它这里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先把中间拆掉。哇，有模有样的喽，给力！哎，我什么了，女王？这样哦。我 focus 现在。这里也一个外援。我的脚其实扎根马耶。所以我现在就拔掉的啦。对。哇！哇，你应该好过可能做。真的吗？真的吗？真的。不要给那些巴沙马浪的人做。对。就算自己贴到有泡泡哦，也是可以救哦。所以我知道为什么他们里面包装里面送的这一张小小胶囊就没有泡了哦。这边这个我真的怎样都推不出去。然后这边如果你留意有一条毛，但是希望等下。店长看不到，请你看看哪一个贴到比较完美。他其实也是没有说100%的，对，只是哦你的这个比较严重哦。然后你看这个毛来的哦，可对，可能有些人会喜欢的。阿邦是吧？你这个勉强哦，你跟他塞那两句啊，那可能还 OK。这个怎样他们都不能哦。膜还是要交给 Rose Face 人粘，不要去给巴沙马浪的人粘啊！比赛结束。以后不要只做这种比赛了。对，我还是好好做一个科技博主。然后现在我就把这个膜脱下来，然后让专业的人粘合一个美美的给别人。背膜贴了 ，screen protector 也贴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我刚才开头就有讲了，就是自制手机壳。这个 machine 哦，它可以做到就是我自己把我自己想要的照片 send 过去，然后它就自己印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手机壳出来。噔噔，为什么我会选这一张蜡笔小新？看到我的 wallpaper 吗？再看看我的手表。是我要做一个全 set 的一个，都是这个蜡笔小新的照片。哇，哎，烫的哎，小笼包叉烧，哦，有点哎，真的是小笼包的那个触感哎，烧烧的了。看到为什么我选这个图案没有？手表，噔，三件套全 set， 蜡笔小新安排上了，所以我现在走出去，我就是一个行走的蜡笔小新。哦，真的很棒那一年哎，你看。哦哟，光滑到啊，软绿绿的。哦，那边 GBS 它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弧面的，所以它这边其实也是很服帖。终于不用裸机啊，各位，你不要拿出来，不要挂我的手机。这个是粘了 clear 的，然后刚才店长有一个花了那个我们也粘了 matte 它，我们看一下 matte 跟 clear 的那个差别。来，一个是 clear 的，一个是 matte 的，这主要看你自己想要什么啦。你要 clear 也可以，要 matte 也可以。
如果你要 privacy 的话，可能就等多一下下。OK， 现在我们已经全部弄好了啦。这个影片结束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跟你们讲，它会有 giveaway， 就是只要你 like 跟 share 这个影片哦，然后我就会选出十个幸运儿送出 Rockspace UVQ 的膜，所以你们快点去参加。OK， 可以回家了。然后如果你们想要贴 Rockspace 的膜的话呢，你们可以来到楼下一楼，或者他们全马有超过1000间的手机店都有卖他们假的膜啦。然后他们其实也是有卖很多手机配件啊等等那些东西，你们可以来看看。OK，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